首届艺资范摄影大赛颁奖仪式在阿市馋猫烤鱼连锁餐厅举行。今次大赛评委，洛杉矶国际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建良 ，EasyFind Company CEO 刘小颖，首席财务官古征，馋猫烤鱼连锁餐厅负责人张爱丽，诗林美容护肤中心负责人 Mona 等为获奖选手颁奖并致辞，充分肯定艺资范摄影大赛对丰富广大中国留学生和青年人的业余生活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希望越办越好。参赛选手、留学生代表、艺资范的合作机构代表和媒体代表等见证了荣获艺资范摄影大奖赛殊荣的年轻摄影师。加州因你而美，摄影大赛圆满落幕。此次活动中，我们收到了广大留学生积极的投稿，大概收到了101件作品，以及社会组的大力支持。在评选过程当中，我们由洛杉矶摄影学会的主席毛主席和蒋主席的大力支持和评选下，我们选出了10余幅作品作为本次获奖的参赛作品。接下来呢，我们 EasyFun 呢将举办更多的正能量主题的活动比赛，摄影、书法，争取在美国留学生中传播更大的中国文化，希望把更多的中国文化带入到留学生当中。好莱坞实习编导、凤凰卫视美洲台实习记者杭帝一举获得学生组一二等2项大奖。今次 EasyFun Company艺资范摄影大赛得到广大留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将会把摄影大赛继续办下去，通过摄影传递友谊，带领留学生推展健康、积极、开心的生活。这次非常感谢艺资范给我这个机会，把我的照片展示出来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摄影师，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是朋友圈看到的这个消息嘛，所以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个我的一些作品就投了上去，没想到这次能拿一等奖吧。反正非常感谢评委老师还有艺资范给我这次机会。摄影大赛不仅得益于参赛选手的踊跃参与，也离不开艺资范众多合作伙伴和机构的鼎力支持。房车小分队 GNC Glass Organizer Quality in Your Tidy Life Rose Roof 花艺 Airmule 天马逊达圣盖博典凯旋联合律师事务所等积极参与。这个作品呢，都是风格各异，而且都是在谈，就是在表现我们加州的故事，加州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也像我们的菜品一样，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汇成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汇成我们的美好生活。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